欢迎来到闪耀的手幅大公开环节，我是傅如乔。青春制作人们给我的支持跟鼓励我都已经收到了，那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第一张是这个橘黄橘黄的手幅，哇，好可爱，用的是我初舞台的照片，我自己都没有看过这张照片。看一下背面，可能跟我初舞台唱的歌有关，我很喜欢这个手幅。然后第二张是这个，这个是一张比较简单的手幅，上面写了舞台发光体，我真的不敢当舞台发光体。然后用的是我青青的照片，看看那时候稚嫩的模样，那是我第一次跟伙伴们一起上正式的舞台，背面长这个样。还有一个我那时候自己画画画的标志，糊掉的蝴蝶结还在这，大家真的细节做得很好。第三张是这个，天哪，这是什么古老的照片，这是我进组以前公司给我拍的照片，背面长这样。这一张比较暗色调，然后有一点点复古的感觉，上面写了刹那心动，然后还列了是要不要这么心动，也没有那么心动。总之呢，青春制作人们给我制作的手幅我都已经收到了，然后我都很喜欢，谢谢你们的用心制作，未来的日子我们一起加油。然后我听说你们也为我想的口号，那我们就一起来念出来吧。微微星火巨星下，炙热星河照乔家，傅如乔加油。哇，你们的口号想的真的有点绕口，但我还是全部背下来了，厉害吧，谢谢你们。